是什么？篮球服、篮球裤那些，而且很真实，就起球。对，起球嘞，这都给大家看一看啊，起球有多起球？看这个毛边了吗？好球哦！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看看，你这个穿了多久？穿了很久啊，好歹就上节目拿一个没起球的吧。他真的活得很随意，他活得非常的随意。今天走的比较多，1000步。徐凯，你的手机屏幕又碎了。没有，我一直是那一步，就是被踩坏的那一步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好无辜，一堆粉丝冲过来，他的手机就被挤掉了，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，踩碎了之后，他自己又默默的这样拿起来，然后擦了擦，然后就继续在玩手机。别问他，哎，没事吧？他说，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然后又继续玩手机，好可怜。这个就是那台手机吗？这个就是那台。哇哇！天哪，你怎么忍得了啊？其实本来以前就有点烂了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掉了之后，可能别人不小心踩到几脚，但我没关系这些。但是很多亲朋好友都有送我手机，新的。你不要，我其实对这没什么追求。啊，那你给我呀，那你给我呀。我真的都送给朋友了。我可以二手。